刚好看到二楼开前门，又去过人家阳台，刚好看到阳台那块有靶伤，然后就要防着他，把伤口把伤口把他消毒。就是双手挂在上头吧，在那一直在哭啊，觉得真还好是没挂了脖子上头。我在河南也当过两年兵，看到这种情况吧，是个当兵的退伍回来的，看那个都要伤。把视频拍起来。